台湾艺人大 S 自2011年与内地富商汪小菲结婚后，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安心在家做贤妻。不过甜蜜的小夫妻俩也经常在微博晒出合影晒恩爱。今天汪小菲在微博晒出自己与老婆大 S 的旗下饭店员工合影。汪小菲在微博上称，其实到哪都一样，只要能有这么多的家人就有家的感觉了，显老板派头。而大 S 在照片中素颜出镜，被女员工搂着手，显亲民老板娘风范。不捋了，做的什么为你报道。